各位先生，蔡琴。谢谢大家，到现场来看我们经典情歌演唱会，欢迎每一位在座的朋友，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好棒，坐着看自己好清楚啊。但是很多朋友呢，远在山上，山腰上都有。来，给我打打招呼，山顶上的啊。不错不错，山腰上的，山顶上的好像很厉害，山腰上的掌声欢呼声比较大声。好，那我们来看看坐在最好位置的平原上。好，谢谢你们，很整齐就结束了你们的掌声。我知道你们的心情啊，我忘了介绍，我是货真价实的蔡琴。山顶上的朋友会觉得，我坐这么远看不清楚，它那么小一个。山腰上会觉得还好有山顶上，我距离蔡琴都比较近。可是我要跟你们说，尤其是山顶上，你坐的位置真好，在我的心目中没有什么前后之分，更重要的是我的长相最适合你们看。所以不要遗憾，不要遗憾。那么坐在第一排的也不要太害怕，不是只适合远看，我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越看越好看。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演唱会为什么叫经典情歌？我一定要跟大家好好的快速的解释一下。所谓的经典，是从1950、1960、1970、1980到1990，3、4、5、6、7、8、9，我唱60年里面的精华给大家听。谢谢。所以请你们要有信心，这些歌曲最少
90年到现在也经过了20年的考验，对吗？那就别提这个1950年的时候到现在，刚才唱的《夜上海》，所以今天蔡琴整个晚上的演唱会，每一首歌都是经典，都是值得我唱给大家听的，而且呢，一路呢会越唱越接近您的生活。啊，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怀疑中，就是看到这个蔡琴本人怎么会这么漂亮，这么瘦，不断的在拍照。我希望大家睁开你的双眼，好好的看看本人，因为我比照出来的蔡琴好看100倍，还是看这里，看这里吧。好，第一段呢，我们先唱，当然是距离我们最远，但是尽管如此，这些旋律大家还是很熟悉。刚才唱的开场那个《夜上海》多么洋气啊，那个充满了爵士味。马上要为各位带来的这首是 Tango 舞曲，这更是上海时期的不得了的人物。在那个你觉得很保守的时代，那个时候在我们上海时期，华语歌坛早就有当时1950的 Lady Gaga 了，她的称号叫银嗓歌后，她的作风跟这个金嗓歌后周璇呢那种楚楚可怜完全不一样，大胆前卫，而且她唱的这些 Tango 舞曲呢，今天只有空间选她一首歌，所以我要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来唱给大家听，你就知道她的个性有多么强烈。这是鼎鼎有名的银嗓歌后白光小姐的代表作《回忆旧梦》，掌声鼓励。刚才的婚姻就那么古色古香的规模，它完全像一首新诗，所以呢听起来呢到现在会觉得完全的合拍，不会有失落，好像有时空的距离的感觉，因为就是这个词是相当重要。而这首歌呢，我才发现我喜欢，但是我自己很少唱它，所以今天晚上经典情歌，蔡琴来唱这些经典，绝不会错过这首我心目中最浪漫的这首歌。希望大家一起跟蔡琴浪漫一下，好不容易才见这一面。我知道很多人开了很多小时的车子，我呢自己坐了很久的飞机，然后到这里见面。希望现在这个舞台、这个现场带给大家越来越轻松、越来越美妙的心情。浪漫的苏州河边，夜留下一片寂寞，河边
苏州河边，这个词是不是好亲切、好清新，对吗？对，谢谢你。啊，第一段的歌一点都不让你觉得有时差，就是因为它好。今天的人，你已经用了最新科技的手机或者是网络，这些歌还是可以钻进你的心房，因为它够好听。现在我要唱的另外一首歌呢，让我常常想起来，一听这首歌或者一唱这首歌，就一定会想起这位特别的邻居。我小时候的隔壁邻居就住在我隔一墙之隔，他们姓来宾的宾，很少人懂这个姓氏，所以我记得宾妈妈烧了一手好吃的湖南菜。宾伯伯是湖南人，后来呢，宾妈妈对我也很好，因为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年纪靠得近，妈妈年轻了带不过来，宾妈妈呢就很热心，她又烧菜又很好吃，所以一烧大锅一定会有我们家这四个窝窝头一份啊。所以呢，和蔼可亲的这个宾妈妈，一手好菜。慢慢的我们长大了才知道一个好神奇的故事，宾妈妈不是普通的女人哦。爸爸妈妈说，她在认识宾伯伯之前是一个百夷族的公主，他们就是因为宾伯伯到山上去出差，然后就跟这位公主呢一见钟情，马上这个热情的公主就是抛弃了她公主的身份，就是最后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宾伯伯。所以爱情的力量很大，越是长大越觉得真不容易。当时呢流行的一首歌，我还以为这首歌写的就是宾妈妈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居然写的清清楚楚的说，百夷的姑娘愿嫁汉家郎。Thank you.
掌声。这首可爱俏皮的《愿嫁汉家郎》是这样的俏皮，这样的好听。在第一段最后，我要为大家演唱的那真是一代歌后，那是我最喜欢的上海时期的天后之一，她的名字叫做李香兰。李香兰的歌声还有她的音乐底子非常的厚，但是呢，她唱过很多不同风格的歌都很难唱，但是有些呢太难唱的流行歌曲也会传不下来。她流传下来的歌曲这一首是最神秘的，因为这首歌跟她的名字一样，永远飘着一股淡淡的花香。什么歌这么香呢？
谢谢各位的掌声。这套衣服好看吗？那我出场的时候你们怎么都没有彩呢？这件衣服是特别为着康州的朋友这场表演做的耶。哈哈，这种衣服呢就是要抄袭这个好莱坞巨星，虽然我们差他们差很远，我也知道你们看的美女可多了，我又不算是什么名模级的，我现在就是模仿一下，所以呢这是完全配合第二段节目的歌曲。有没有发现刚才唱的那个晚霞又豪华然后又比较凉快一点，对吗？这就是第二段节目的歌曲，跟第一段有不一样，所以为着要配合加强的气氛，我才做了这一身相当难穿进去。各位，其实每个女人呢都可以做一件这样的衣服，但是主要条件只有一个字，就是要有腰。有腰很难哦，你知道吗？我当然不用清清楚楚告诉各位我几岁，我可以告诉你们，蔡琴为了保持这个腰吃了不少的苦头。以前呢饿肚子，后来呢又靠运动，后来呢穿完了这个演唱会的衣服以后，怎么补又胖回来，最后我就发狠了，我每天做运动，我现在尽可能的每天保持250下仰卧起坐。仰卧起坐，女生要做250下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最难的是 every day 尽量，像今天到康州来有时差，那我就混一天不做了，我也搞不清楚是几号啊。不过像这样的衣服呢，真的我鼓励每个女人这一辈子都可以做一件再穿，也不太露，又感觉什么都看到了。OK， 谢谢大家，你们这个掌声很不干脆的。对呀，跟我一年色彩有什么关系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小朋友一姐姐说新一代对我的评价最重要，好漂亮，你冒充他，谢谢你，非常善良，非常善良。好，谢谢大家，我在台上哈会不断的要怕你们睡着啊，因为唱得太好了，所以呢总是要说点笑话让你们醒，让我知道你们是醒的啊。所以我刚刚这样自我吹嘘呢，请大家多多的包涵，还是远看比较好，近看都很清楚啊，因为呢年纪虽然有做运动有腰，但是呢年纪还是年纪，地心引力是很厉害的啊，告诉大家，不过我全身上下都是真的，很不容易呀，你知不知道？现在多少女人，你走在路上看到她，你真的要打大问号，她有没有去离职？我都来不及，没有空。所以只好来真的，尤其这个嗓子是真的，这是最重要的。第二段的节目，刚才一出场唱的是电影主题曲《晚霞》。如果前一段节目这些50年代的歌让大家觉得充满了诗情的话，我就希望穿上这样亮亮的有一点点性感的衣服，然后呢再加上等一下的视频还有我们的音乐，让第二段的节目跟第一段有所区别。如果前面是充满诗情的话，我希望第二段节目给大家看到跟听到的是充满了话题。匆匆地走出。
也要感谢一样东西，叫做收音机。各位，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手机，你哪里还记得完全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机的那种日子？家里有一个收音机，就是已经最高科技的。你知道，这种物质缺乏的时候，反而是我们想象的最丰富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是买得起收音机的，还好隔壁住着一个兵妈妈，他们家有收音机，所以我们这一排人都穷得买不起。兵妈妈非常的体贴，每次她要打开收音机听节目的时候，她会把他们家的收音机开到最大声，让我们这一排都买不起收音机的人家也可以偷听着这个节目。广播小说、儿童歌曲演唱，还有比赛，还有小说选播，还有武打小说，各种节目，有老人，有小孩，有男生，有女生的声音，都在那个小小的收音机盒子里面这样散播出来。小时候我们不懂这是什么原理，就觉得好神奇哦，每个节目都好好听，但是这些歌曲也好好听。不过这些人是怎么进去那个小盒子里面的呢？这是小孩子最好奇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有趣，我现在还记得，我还没有解开这个问题的时候，哎呀，只要那个收音机那盒子里面发出声音来的时候，整个空气都出来了，神秘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琴。现在您所收听的。每一个五月初心晚上，我听到你的波波歌唱，虽不能走过流连山川，每一个苦雨凄风晚上，我听到你的婉转歌唱，虽不能见到你的模样，诉够我荡气回肠。然后，新一代的歌手也不唱，所以
我算是唱这些歌曲的新一代的歌手，所以我有义务，我也有这个心愿，每次演唱会要把这些好歌传承下去，支持我吧。谢谢你。后来我们家也买得起自己的收音机，但是那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爸爸换了一个比较辛苦的工作，为了有一台上面是收音机，底下是有唱台的那种场子，这是两用的。我爸爸后来做了商船船长，他跟我们全家见面，他一出门最快要半年才能见到他。有一次最夸张，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爸爸上船，他回来的时候，我高中已经毕业。所以我们换来的代价，我们付出的代价是跟爸爸心爱的爸爸聚少离多。我们家有四个兄弟姐妹，小孩子年纪靠得近，打打闹闹日子一下过去，但是跟爸爸感情深厚年轻而美丽的妈妈就比较辛苦，常常想念着我的爸爸。每当夜深人静全世界都睡着以后，小蔡琴偷偷地看到客厅里面唯一亮的那盏灯，就是那个洗碗机。我的妈妈一个人在那里听着音乐，偷偷地掉眼泪。每次我看到这个画面，我就知道，啊，我的妈妈在想我的爸爸。相思总是会令有情人掉眼泪。今天整个晚上，这个台子经典歌曲里面也藏着这一颗最珍贵、最珍贵的眼泪。
Thank you.
有磁性，是我爸爸的声音。他已经在1992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你们相信他在天堂上。如果爸爸的灵魂看到今天晚上又一次满座的观众在听着当年他的小女儿蔡琴学会的跟他学会的一段小夜曲，我相信我的爸爸会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安慰。谢谢你，谢谢你，我真的想念他，所以我好高兴我没有抛弃他的那一代的歌曲。台湾会有好的创作，我们还有另外的产物很特别，知道吗？特别是70年代的时候，那就是巨星。要想想啊，都不是你们现在手上可以拍照的那些 iPad 或者你的手机，没有这些玩意儿，没有信用卡，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电脑的时代，我们要靠的资讯来源就是巨星。不然嘛，我们这些老百姓都不知道万一流行什么样的 fashion， 什么样的舞步，还有什么样的歌曲，完全呢在70年代的时候，还好台湾有这么多的巨星，而且个个都好会表演，能唱能跳啊，到台上都是大派头的。在众多的巨星里面，有一位最特别，他洒脱又亲切，而且跟台湾在那个时候的经济起飞密不可分，多少的女工非常的勤劳的上班做加工业，多少双勤劳的手，多少颗年轻的心，都是这位麦子背后这位巨星的声音陪着他们走过了每一天的熟水年华，凤飞飞行间。转眼又是春风柔，
他都戴个帽子，一定用个帽子给我们敬语。啊，如果介绍了凤姐这位巨星，那么接下来这位巨星就绝对不能不介绍，因为只要有华人的地方，没有人不认识他。只要听过他的歌的人，就会因为他而会华语。我亲耳听过一个泰国籍的 CEO， 他一句华语都不会说，但是他可以完整的唱出这位巨星的歌曲。我问他说你在唱什么，你知不知道？他说不知道，但是他好喜欢这个人的声音。英年早逝，歌声甜美。我今天要唱他的歌，心情复杂。因为他刚过世的第一年、第二年，电视上面的所谓纪念演唱会都是我主持的。那时候我相当年轻，我眼看着电视台慌慌张张的，是忙上忙下，找了好多的大牌来，就是希望干嘛呢？重现这位刚刚去世的巨星他的风采。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非常的失败，就是因为这个人，根本他就是独一无二，他走了就没有第二个他，所以所有人想要去学他的腔调都是假的。他活着的时候那个甜美，原来是浑然天成，无人能够模仿。你只要是仿的，马上就知道你很假。这样一位巨星，啊，我这个破主持人，当年看见的时候，心里就许下一个小小的愿望：我希望有一天，如果我再去自己的演唱会，我好希望能够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向他致敬。如果选歌选得好，不用像电视台那样选那么多歌，选得对。一首歌就够了。我今天晚上不会模仿他，因为我的声音跟他差得好远。但是我有这颗心，我相信整个现场的观众朋友，你们都跟蔡琴一样，好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再一次看到他，听到他甜美的歌声，看到他甜美的。Thank you.
邓丽君短暂一生都在唱歌，当初是为了养家，后来已经造成了好多好多各种不同国籍的人在听他唱歌。虽然他的人生岁数不长，但是也可以说他的这一生都用歌声对着我们许下了永远永远的约定。Goodbye, my love. 月已西沉，夜已深。Goodbye, my love. 不由分离，总要分离。今宵纵然伤别离。他日重逢更替，请君不要忘掉约定。Goodbye my love， 月已西沉，夜已深。Goodbye my love， 不由分离，总要分离。今宵纵然伤别离，他日重逢更替。不要忘掉约定，纵然约定两颗心藏在一起，纵然是长子回忆是真理，曾经忘记过，曾经爱是难，我们就这样约定。
邓丽君的这个心情，所有投身歌唱、终身投身歌唱的歌手都懂。我除了上台唱歌，别无乐趣，因为剩下的日子我都在准备上台。因为上台的时候，各种情况都不一样，各种观众都不一样。但是像你们今天走进来，我绝对不可以让你失望。也许你下次不会再来，但是我今天一定要让你留下美好的印象。所以我所有时间，谢谢。我今天要跟各位优美的、有品味的、漂亮的观众说，你知道为什么不喜欢唱现场？因为现场它不能出来，不能出来，这就是生命美的地方，可贵的地方。唱现场，你们听一场就上一场，我蔡琴唱一场就上一场。我不喜欢将来我走的时候有任何人把我办什么纪念演唱会，我不要。我只要现场，我还活着的时候，你们都来听。真的，真的，现场。一样的歌，不同的观众，我的感情，我的脆弱点，还是我的机理点都不一样。所以邓丽君终身用歌声跟我做约定，我好羡慕。还好我也是这样做着。我只是要告诉大家，真的除了台上的这个两个小时我是美好的，其他的时间并不可爱，也没有什么可爱的日子，因为我的命运都送给你们了。心都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你不见你暮暮与朝
谢谢大家，我也要特别谢谢我背后的伙伴们，他们都比我年轻，我们在一起合作竟然超过了13年，长过我的婚姻。刚才的这首《心不了情》是他们为蔡琴重新编曲，写得真好，是吗？掌声鼓励。谢谢你们，让姐姐完全忘记时差。哎，不提也好，你们有没有时差？哎，可以。掌声鼓励，摇头。谢谢大家。1992年。到2000年是我人生的低潮，事业走下坡，爸爸走了，老公走了，又第一次离婚，没什么经验，所以比较过得比较难一点，但是却发生了很美妙的事，那是事过境迁，现在回头看，知道吗？就是在这段沉寂的时候，我录了好多张的发烧片，都是香港的发烧公司专门找蔡琴帮我策划，于是我在最失意的时候却录了这么多高级音响的测听碟、啊、我听说他们除了用古典音乐之外，最喜欢用的人声就是我的声音，去测他千万音响百万音响啊，在这个时候，蔡琴的事业在一般人看起来好像快要被淘汰，但是上帝却为我开了一条路，让我在这段时间录了这么多纯粹的好听的发烧片，让我的音乐生涯走得更深更广。其中有一张唱片是2007做的，叫《今生也在听》。我选了很多，对不起，我可不可以喝一口水？谢谢。不瞒你们说，来自台湾的我还有我们的老师，都觉得这里好干好干。除了你们的掌声之外，谢谢大家。我真的失礼了，但是我需要喝一口水，也顺便告诉大家，只有一种动物可以笑得张合适，那就是国际巨人。今生演奏厅，我做的一个很好玩的策划，就是用我这个。高不高，低不低，男不男，女不女的声音，这是我声音的特色哦。女生想要跟我合唱，低不下去；男生想要18度跟我合唱，高不上来。就是这样，不男不女，不高不低的声音，才让我今天可以到康州来演唱给你们听。啊，所以我做的什么事儿呢？我就是选了所有歌王唱红的歌曲。哎，结果给我这个不男不女的声音，女生唱起来还蛮有味道，以至于在2007年，凭着这张《今生演奏厅》的唱片，蔡琴得到了中文排行榜的总冠军。谢谢你们掌声，我更喜欢我们 keyboard 发出来的那声，完全像你妈爸得大奖的那种感觉。再弹一次。尖叫啊、哦！连没有得的、没有中奖的人也在旁边帮拍手。等一下，中国人看有没有这可爱的这个品格？要不要听我唱歌王的歌？要不要听？真的？很整齐的结束，奇怪，怎么这么成熟呢？好的，我马上来唱这首歌王王杰唱红的歌。一个男人唱的那种失恋的感觉，哇，超悲情的。可是看在我这个老女人的眼里，失恋也可以像旅行一样，不是吗？
香氛
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难错放你的，尽我的智慧才能唱下去。收，懂吗 ？OK，Let's、okay. do it， 全场我们来做巨星。我的痛怎么形容？
谢谢大家。啊，到这边才发现带这件衣服是错的，好冷啊！好冷啊！哎，好冷。对，每次啊，哎，这边刚才有一个女生是献花，对吗？哦，非常低调，非常标准的蔡琴粉丝，谢谢你，而且一定是个女生，我刚看到。说什么清楚一点？好漂亮！刚才听的好像德国话。非常非常谢谢啊！我知道现场的大部分很多的朋友呢，其实是平常是说广东话的。我这首《你的眼神》呢，在香港也相当受欢迎，我非常感动。他们平常是不说国语，但是他们听的时候完全接受这首歌，所以今天让我表现一点点诚意，我用广东话唱给大家。我的广东话不好，别笑我，好不好？冇问题。当那你老公洒得又美丽，他的风景走了，各位，这是我们所有幕后英雄的打扮。今天呢，你们看到的这个秀，不是只有我蔡琴跟我们背后的乐队老师，旁边有很多的工作人员，你们的后面空白那边，还有两侧，还有这个后台都有工作人员，全部穿着跟他一模一样。你告诉观众，我们有多少个幕后英雄？40个。各位，掌声给他们听听。谢谢谢谢，告诉他们，观众很喜欢今天的秀，好，这就是他们辛苦最值得的。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要感谢谁？哎呀，有英文。Mohegan Sun Casino， 感谢精神大赌场，掌声鼓励，好运来，耶！接着要感谢邀请蔡琴来的。我的台好久好久之前的好朋友，没有想到他介入了这个 entertainment 这个行业，他的先生也相当可爱，一天好像要吃六餐。我们要感谢环球娱乐。好，这位可爱的年轻人，请你回去继续工作。我听说其实后台很闷，对不对？很闷。我们现场是热的。谢谢他，谢谢。好的，还是那句话，亲眼看的话，回去比差很多。
本人比照片好看100倍。现在我要为用一首歌相当有节奏，而且是我唱红的歌曲，少数轻快的歌。好奇怪，其实我蛮会唱轻快的歌，但是可能这个慢歌呢更符合那些作曲家，他们觉得唱得棒，所以呢，还好这么一首歌突破重围，其他都是抒情的啦，可怜兮兮的，就这首歌红了。甚至也用这首歌来考一考现场观众，康州的朋友们，我们难得见一面，你们的节奏感如何？下一月老师们。不是我给你们美好的夜晚，是你们给我美好的夜晚，谢谢。现在我要为大家演唱我进入歌坛的第一首歌。到明年如果我蔡琴还是这么受像你这么有水准观众的支持的话，我这首歌就会唱到第90万次。耶、90万次不是重复，是重新演唱。
哪一天我觉得我唱这歌已经没有当初进入歌坛的那一种单纯，对音乐没有那份热情，我声音再好我都不一定再唱下去。但是只要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唱现场声音不完美我也敢唱。我要借着这首歌来祝福现场每一个位置上面的人，你的声音都充满了力量，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大声，也不是来自用力，真正的力量是来自温柔。我们知道没有
不会再来？逮票！我活着的时候要多看我的演唱会。恰似你的吻。何日君再来。